进行章句下37-2，何以谓之狂也？曰：其志萧萧然。曰：古之人，古之人，以考其性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，又不可得。欲得无限不竭之事而与之，是倦也。是又其次也。孔子曰：过我门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为相怨乎？相怨，得之则也。